我们101娱乐的这个辣妹学姐季艾希已经坐上去了，我很希望我等一下也坐在上面。You must think that I'm new to this, but I have seen this all before. I never, never gonna do close to you, even though I mean the most to me. Even though I'm open up, it hurts. So I never gonna get too close to you, even though I mean the most to you. So can you go and leave me in the dirt?So every time you hurt me, the less that I cry. And every time you leave me, the quicker this tears dry. And every time you walk out, the less I love you. Baby, we don't stand a chance. It's sad, but it's true. I'm way too good at goodbye. I'm way too good at And every time you walk out, the less I love you. Baby, we don't stand a chance. It's sad, but it's true. I'm way too good at goodbye. 我最害怕爆发力很强的歌手，他比较能撼动人心，然后就是感染力啊，什么都很强。这方面是我比较不足的。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的，可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好像有一些悲伤的征兆，可是病因不知道。头上有橘色的加州的阳光，我的口袋只有黑色的柳丁，我只有一种蓝色的感觉，不要问我为什么。很想说，但又觉得没有话好说，我只恨我自己逃不出这监狱。哦，或许我是个没有出息的小丑，你不是个英雄。换季，我却昏昏沉沉，没有办法醒。还是你会要放弃？天是亮的，却布满乌云，所有焦距被闪光烫了死心。但你不过是佣兵。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俊廷，超级紧张，有吧？拍子都不会打了。拍子就是一个很大的失误，自己都没办法接受，听到拍子在，想要就是接着跟上他，所以就空着了，对。前面我以为是故意的，后面确定是跑调。对对对对，好吧，我们先谢谢俊廷。谢谢谢谢。OK。俊豪，英文是母语吗？不是。听得出来，因为其实如果你要选择英文歌，我觉得你要再练得更标准。好好。对对，因为有一些什么 dirt， 就是一些尾音全部不见。有一点太急着要开一台很大的车的感觉，
所以万一你晋级的话，未来选歌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哦，谢谢老师。嗯，方便把面具拿下来吗？欸，哇，俊豪，我的妈呀，你母语不是英文？是英文。我的妈妈是马来西亚华人，爸爸是西班牙人。哦，西班牙人。然后对，我在领养家庭长大，我从小就学三个语言，然后再加三个语言，会六个。然后认识台湾是因为林宥嘉老师跟萧敬腾老师。那我是什么意思？中间的林依晨老师。OK， 我知道了，你被淘汰了。你真的是多讲多错。哎，太紧张了。OK， 没事没事。OK， 好，谢谢你。好，谢谢老师。你要选择，我要选择歌唱组。好 ，OK， 好 ，Go。下一组。老师好，大家好。你好。你好。他是猪，下一位是猪，小猪。哇哦！老师好，我叫张家伟 ，Gawi， 我来自唱戏世界娱乐。你应该是来自芝加哥吧？斗牛队。好，可以 okay, 开始。就位。我小时候的时候是学传统舞蹈，然后国中开始是学街舞，因为这首《我的心》其实它的歌曲风格就是比较传统的音乐跟比较现代流行的音乐合在一起，所以跟我的舞蹈历程其实蛮像的，所以我想说可以用唱的，然后跟加上我的舞蹈，然后表现出不一样的感觉。只能在网络上叫骂，新一代女王出现，快点都给我让开，我从来不打眼看他们设下的障碍。一翻来回去怎么办？一选择头疼，这里好心情在采血幽门。女王的心意，耀眼的星星，时尚的金银搭配什么？看我的心情，你可以亲吻我的戒指，但不碰我皇冠。我一天当中只有梳妆打扮，实在忙了。这首歌我觉得歌词的意思是在讲社会其实已经变成网络的爆炸时代，因为这个节目《森林之王》它也搭配了这个新的力量，所以我希望可以借由不管是节目或是手机那种视频，可以让大家借由这个新的力量，然后认识我，然后看见我在对于表演或是音乐上的态度。我不管是抛下我的态度，我不管是抛下我的
嘉伟，加油！谁管你在不在？谁管你帅不帅？我攻占这场森林舞台。他们两位完全诠释了什么叫舞台魅力，两个都好做得好好，而且不是只是很用力，是有弹性的用力。对，当舞蹈，如果舞蹈我们彼此都认同的时候，那当然比的可能是声线，但当声线我们也觉得都在一个水平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比较的是音色或者是态度。对，所以你们可能都会比到蛮后面的阶段，我自己心中的分类，当然我已经有我的答案了。我没有答案，我可能要你们先选。我可以先选。好，我选择的是小猪怡婷。谢谢老师。乐嘉，你有吗？因为我还没耶。真的吗？对。其实我很喜欢小猪的表演。谢谢老师。因为原曲 Vava 唱这首歌原曲应该没有这些舞蹈的动作吗？没有。然后我觉得你在台上的气场也很足，然后整个歌的完整度也很高，我甚至都不用拿我的 ear monitor， 我就觉得很享受。其实每一组在唱的时候我都会稍微听一下。然后斗牛他刚才要上场表演的时候，他就拍了一下地板，就觉得这个人他就是要拿出所有的那个能量。你刚表演那一段真的在唱歌的时候，然后或者可能你戴面具，我觉得你唱歌那边的时候气势比较弱一点，但是我偏偏又不想那么快把你的机会剥夺掉，你知道吗？所以我先选斗牛好了。哇，谢谢乐嘉老师，谢谢谢谢。但是小猪，我真的觉得你非常的棒，如果你被待定的话，因为其实我交给你了。我之前的风格都是比较少女，然后都比较就是可爱风格，然后因为这个比赛，然后我就想要尝试新的不一样风格。我其实我最害怕遇到女生，就会你知道，我就战斗力会整个掉到可能零以下那种，所以女生我真的没办法。不先不要哭。小猪，如果、okay. 小猪，如果你不小心被带定的话，我跟你讲，我会直接想办法等一下救你。好吗？你不要哭，因为你真的表现得很棒。又佳老师，我以前失恋伤心都听你的歌。好，那我改选可以吗？我改选。不是这样子啦。什么？你以前你才22岁？那就是初恋的时候，然后我就一直听心酸。又佳老师，我去前柜唱歌都给你勾选。不可以。那公牛你不用担心，佑嘉老师已经选你了，都应该。重点现在在我这，我压力很大，因为现在重责大任在我这边。我先说，我选完另外一位，我会给他加20000分。好，那我选的是小猪。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那嘉伟，你会有20000分。好，谢老师。